超大人参果，你看好大哦，跟我的脸差不多了。然后这个是没有削皮的，这个是削过的。然后今天我们来解锁一个新吃法，然后配上小青，哎呀妈呀，看一下什么味道啊，好，太大了。嗯，人参果的那种甜味，然后加上小青汁的清香味，妈呀，嗯，这人参果水分太足了。这个人参果里面，而且它是没有那个籽的，是空心的。我之前吃的里面是有籽的。嗯，哇，水分太足了。Bye.